人生路上多少聚散，记忆深处手就能触摸到阳光，一些迷惘，一些不安，总会在下一个转弯全部放下，唱一段拉萨萨呀，我感觉爱的力量，月光光的在脚下追着跑，勇敢的眼泪发烫，唱一段拉萨萨呀，眼泪慢慢的干了，顺着走就会找到想那接近爱的地方，唱一段拉萨萨呀，我感觉爱的力量，月光光的在脚下追着跑，勇敢的眼泪发烫，唱一段拉萨萨呀，你穿得很讲究，风格跟班上其他男生很不同。服装是我的一个兴趣，我的衣服都在西门町定做的。我发现你对服装也很讲究，每天换不一样的衣服，配色配得很好，料子也不错。这些应该都是委托行的舶来品哦。还有啊，你每天进教室就像在做服装表演，大家都在看你。我知道我们班上有很多男生喜欢你，可是没有想到你今天会主动约我。主动约你？没关系，我不介意，我很荣幸。你弄错了，今天完全是突发状况，是因为那个男同学他太讨厌了，我才拉你当挡箭牌，否则我怎么可能随随便就约男孩子出来？是这样啊。所以我今天请你吃这餐算是感谢你哦。那看来这一餐牛排怎样都很难及格了哈。其实没关系啦，反正我也落榜过，我一样正大光明的去享受它。大家请用。实在很不习惯吃这种没煮过的青菜，感觉很不卫生，搞不好是吃了会拉肚子。不用被我影响啦，西方人爱吃沙拉，一定有他的道理。只是我还弄不清楚到底是什么、啊。怎么了？有苍蝇。西餐也生吃苍蝇？是豆豉吧？西餐没有豆豉。那就是葡萄干啦。不是啦，你看清楚，它有头有脚，还有翅膀，还有表情呢。有吗？看清楚一点，你怎么把它吃掉了？没事啦，这一餐这么贵，不要因为一个小小不明飞行物扫兴。我可以请他们换一盘啊。没关系，我这个人就这样，凡事总往好处想，不多花时间在质疑跟抱怨上。
哎，俊霞。无啊。想来大家笑啊。真的没有嘛？就这盘菜嘛。啊，这盘菜怎样？有表情哎。表情。哎呦，讲了你们也不懂啦。淑霞，啊你是不是册读伤多，啊头壳有点安尼空鼓哩啊？无啦，哪有可能？啊，无就好，哎，加食一挂。千金难买一笑，一定有什么事情吼，可以让你这样子一笑再笑。而且啊，我们很少看到人补习啊，不会像他这么开心的哦。除非什么？除非你乖乖别乱猜，快吃啦。今天教的题目都把握住。至少可以先抢下20%的分数。各位是第一志愿还是吊车尾，很可能差别就在这里。老师今天教的功课回去都要熟读，要会套用公式才行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好，下课。看见题目就要马上知道套什么公式，唉，还真是训练考试机器啊。说谁啊？哎，你跟那个简淑霞很熟哦。有吗？昨天可是有人看到你们两个在一起哦。嚯，你真的是嗲嗲加三万公都没讲哎。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啦。哦，卖暗砍啦！哎，多少人想追她，冰山美人呢？你能追到他，都应该要喷锅吹棒炮啊，够逼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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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啾蹦蹦！少来少来，真的，我没有追他，他也没有看上我。是吗？他那么漂亮，眼光高得很，不会看上我啦。可是我们兄弟你，明明也不差、啊。这我知道，他眼光高，看的也不过是那些表面条件嘛，学历啊，背景。要看上我，不能只是眼光高，要有慧眼，有慧眼才能看到我的潜力。哦、弄了半天，原来是你姿态更高啊。嗯，走吧。啊，好，走。干脆先去吃东西啊！哎，也好。哎，你们看。这样看起来，冰山美人也没有这么冷了嘛。笑起来还更漂亮哎。对啊。
好了好了，不要盯着看了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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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走走。那你吃饭了吗？有啦，我今日等下我也去吃饭，安尼。你要记得吃饭。多谢你，多谢你。不会不会。阿伯，你要小姐姐无？不。以后别过来吃啦！呀，像囡仔较无钱呢，我会转去这文主公遐吼，去卖桥兰花啦。那里人是比较多，我跟我妈妈常会去拜拜，说不定会看到你。你心肝足好，常常互你来帮忙吼。我来去文主公遐吼，我来给你求一个好运的，互你哦。啊，你什么名？简淑霞。简淑霞。你的生日嘞？42年1月1日。哦，我会当看着你的手相者，唔免惊啦，我袂甲你害啦。哦。你会看命哦？真久无看，有时阵会准，有时阵袂准呢。那我会考上吗？是无啥会准呢，但是你这个命吼，足特殊的呢。有吗？好还是不好啊？你会走四方啦？走四方？出国的意思就对了。是出国留学吗？我哪知啊？我伫面前都遮呢。最好是留学，那表示我大学有考上。看一条跟看一条吼，你都无限制你的将来啦。明天见。明天见。哎，你没有带伞。没想到今天会下雨啊。我今天还是挡箭牌吗？今天是我帮你挡雨。你要到哪里坐车？我家住基隆啦，我坐客运到站牌还要走一段路。那我伞借你。不用了啦。没关系啦，我车很快就来，伞借你。不是这个问题，你看我一个大男生，顶你这把小花伞，协调吗？哦，还真的是。明天见喽。刘明达，刘明达，高中的时候很不喜欢读书，常常翘课到学校外面的水族馆去看鱼。这么喜欢鱼哦？我从小就喜欢养鱼啊，从大肚鱼到各种观赏，现在是养金鱼，从来都没断过。这么有恒心？我这人就是这样，一旦爱上什么就一头栽进去，
忠心耿耿很难改变。没关系，李灿，我们基隆人习惯。哎，等一下。你的站牌到底在哪里啊？顾着跟你聊天，都忘了搭车，不知不觉就走到这里来了。要不要我送你回家？啊？反正聊着顺，你就顺着走啊。那就走啊。各剩一张，谢谢。哦，谢谢。三点三点时间到了。刚刚教超难的吗？什么三角函数啊？谁记得起来啊？伞，伞。啊！我忘了带伞。又没下雨还撑伞啊？遮太阳啊。你们女生花样还真多哎。好了，你等等，我去帮你拿。嗯。哎，还没走啊？哎，起来了啦，死气沉沉，有碍观瞻呐。谁像你啊，有第一美女陪，还整天充饱电的状态。哦，老兄，你这次可不要在帖子说不是你们想象那样哦。养人出双入对的，明明就追到简淑霞了，到底要 gay 啊？我们只是下课一起走。他是要防那些讨厌同学纠缠他啦。我们只是一起去看电影。他说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嘛。我们只是雨中一起撑伞。我从来都不带伞的啊，是刚好他有带伞，就顺便帮我撑啊。说我们不是，好像也说不过去哦。嗯，还怀疑耶。不是啊，如果是其他女孩子，我才不会怀疑。她哦，比较难讲。虽然我有感觉到她隐约做球给我，可是她很神秘，我也不确定啦。哦，我敢打包票，就是了。我以为漂亮女生很难追哎。你现在知道简淑霞是有慧眼的吧？你看。漂亮又有慧眼，明达，你中头奖了啦！
喂，美人儿在楼下等你耶，还在那边傻笑干嘛？还不快去？快啊！啊！拿到了吗？应该拿到了吧。都在你手上啊，还说应该？怎么了？啊，你笑什么啊？神经兮兮，到底怎么了？自己人多，不好说啊。我可不去人少的地方哦。那我带你去一个鱼多的地方。这鱼还真健康。游得悠哉悠哉的。有话说，为什么非要来这里说？因为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一旦投入什么呢，就不变心了。就跟你养鱼一样啊。对。抢到这个做什么？因为接下来我要研究一个没有研究过的鱼种。什么鱼种？美人鱼啊。怎么啦？我不欣赏油腔滑调。那最好，我知道你敏感，我才小心翼翼的拐个弯问。既然你不欣赏，那我就直接问喽。反正我这人就单纯嘛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知道我看电影也不爱看复杂的啊，只爱看好人跟坏人分得很清楚的那一种嘛。没关系，那我重来 ，OK。简淑霞，你可以当我女朋友吗？你不觉得你这样问有点太白了吗？我不喜欢迂回，又不喜欢坦白，你这个人很难懂哎。我从小就是这样的人，你最好考虑清楚。难得碰到美人鱼，我一定要把握的啊！不用读书啦，我们天天要见面，这件事如果不敲定，想专心也很难嘛。所以呢？我回答啦。没听到啊？鱼都听到，你问他们啊。你不是很了解鱼吗？应该能跟他们沟通啊。哎，
请问一下哦，你们刚刚大姐头怎么说的、啊？哦，了解了解，加，那就没办法了。什么没办法？他们说你对我是一见钟情。他们乱讲。这周就会找到了。
心爱的地方。亲爱的，没关系，你坐你坐。现在我的位置让给你，明年你的位置要让给我。什么位置啊？谈恋爱不专心念书，一定考不上嘛。到时候榜上的名额不就让给我了吗？金爱。Regret， 后悔。REGRET。Regret， 后悔。REGRET。哎，考你，你知道 regret 是什么意思吗？不知道。Regret 是后悔。哦，我的字典里面没有"后悔"这两个字，难怪不认识。我们两个不专心读书，万一都考不上，你不会后悔吗？不会啊。那你父母呢？万一你考不好，他们不会怎样？不会啦，他们非常尊重我。嗯。不行，我们要专心一点，剩最后两个多月，冲一下。下课以后暂时不要见面。你做到？我看你啊。我做不到啊。我真的会被你害惨。不然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一起读书。啊，好啊。不跟约会没两样。专心，我是在专心啊，专心在看你啊，专心一点啦。这没办法啊，你跟课本里面的武则天比起来啊，实在是好看多了。专心一点啦。你说啊。这些编书的人还真奇怪，谁看过汉武帝跟武则天真正长什么样子？偏偏啊，画了一副让人看了就想打瞌睡的样子。画一些俊男美女来看，是不是让人读起书来开心一点呢？再讲，凶起来还真的有点像武则天呢。大家都是青春年少，为什么非要在大热天里蹲在这里苦读？这一关要是熬得过去，人生还有什么是熬不过去的？
生气了？不会吧？我还没看过你生气的样子。哎，借我看一下，看一下嘛。看，哦，不借我看一下。专心看书，有人在偷看我们。这有什么？全图书馆男生都在看你。不是啦，是个欧巴桑。欧巴桑，那就更威胁不到我啦。很讨厌哎。不要理他啦，很多闲闲没事做的欧巴桑哦，都喜欢来图书馆里面装气质啦。可是他老是这样盯着我看，我没办法专心看书啊。不用怕，我去解决。哎，干嘛鬼鬼祟祟的啊？年纪都一大把了，不能光明正大一点吗？嘘，卡细声啦。我不怕，我顶多被赶出去而已。你对我们有什么意见？你不需要这样鬼鬼祟祟盯着我们，直说吧。哦，既然你不说，我就不客气啦。妈，妈，是我妈，我的妈啊！妈，阿姨来家送茶啦。阿姨来读书，我嘛来读书啊。啊，不过你看的是中国历史跟三民主义呢。我嘛是足爱国的啊。啊，这个查某囡仔生作这水的，还是谁哈？哦，以前我们补习班的同学啦，以后做简淑霞。你妈妈好，淑霞，好好好好好好，莫怪哦，阮囝咧唱歌唱袂停。啊，恁哦继续搁读册啦吼，啊我卖吵恁啦。我是吼拄好位才过啦，啊小帅礼拜吼甲你关心者，看你有认真咧读册无啊？交朋友无要紧啦，啊，恁拢知影讲，当时要考试啦吼。啊好，安尼我先来等吼。我送伯母。啊，不用，不用哈。啊，恁两个吼，嘛是爱认真专心读册哦。你看我妈，我妈刚刚看中国历史。哎，淑霞，淑霞，淑霞，你怎么说走就走，连东西都不拿？被偷走怎么办啊？偷走，偷走！你走那么快干嘛？到底是什么状况啦？淑霞，淑霞。等我一下嘛，淑霞，等我一下嘛，到底是什么状况啦？你难道不知道我刚感觉很差？感觉很差？什么时候？你说我妈刚过来啊，有那么严重吗？我问你，她怎么知道我们在这？出门总是要报备一下嘛，我也没有想到她会过来。那你也应该让我知道他随时会出现啊！你看，我什么准备也没有。你不用准备，就已经够漂亮了啦。我不喜欢，我不喜欢毫无防备就被人家偷打分数。
打什么分数啦？我妈刚刚又没有嫌你，我还等人家嫌我。好，我知道你对自己要求很高。我妈这样跑来偷看呢，也太突然了。可是过了就算了，没什么好在意的嘛。我害你读书不专心，她一定会怪我。不可能啦，我妈听我的，只要是我喜欢的，她也一定会喜欢。你根本不懂。我是不懂你在气什么东西啊。粗线条。你才神经质吧你。舒缓，我的东西不用你拿。我现在发现你脾气不是很好哦。你现在才知道，恭喜你不算太晚。我全家都说我脾气怪，你早一点认清我的真面目，趁早说再见。我又没有说。那我来说再见。如果是天气太热，去吃冰就好了。你有必要这样吗？啊，你今日较早回来呢？啊，吃饱未？哎，姐，今天我早回来啊。姐，姐怪怪的，她是不是自己要关紧闭了？等一下啦，妈有事找你。哎呀，这多来维他命啊哈，而且补脑，对你读书好哈，一天一颗。我的头壳无歹，我的心才有代志啊。你心脏有问题啊？无在跳啊。哎呦，无在跳了。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啦。啊，不用啦，你几十三哦，你莫当开两工啦。等一下啦。是怎样啦？啊，又考不好哎！啊，考不好，妈妈也不会怪你呀。哎呦，我觉得哦，是有人伤了二姐的心。怎么可能？啊，平常都你姐姐欺负人家，怎么可能轮到她被人家欺负？所以这号人物一定不简单。你又知道了？我看你每天啊都这样打扮的碎当当的出门，然后这样笑嘻嘻的回家，早就猜到了。而且啊，你常去基隆玩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桌上都有基隆的凤梨酥啊！而且看，你知道吗？姐哦，连平常嫌那个臭的要死的臭豆腐哦，她现在敢吃了哎，还常叫我去买。是她叫你去吃的哦。到底是哪一个哈？打电话的，还是写信的？我知道啦，就那个装病常来挂门诊那一个。通通都不是啦，只是补习班的同学，而且也已经散了。还要啦，姐哄哄哄的，这是认真的啦，走开了，你不要乱讲。不要难过了啦，散了就算了。你现在认真读书，等你考上之后啊，一拖拉过的男人让你挑。像你爸爸那边啊，很多医生朋友啊，像你是要挑有钱的还是学历高的，很多啊，干嘛在乎一个重考的嘞？就是说嘛。所以啊，我们女人啊，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价值。感情是女人的归宿。我们头脑一定要想清楚，那眼睛要睁大看仔细。以你的条件呐，绝对是人选人，不是人选人。他是我挑的。什么？你挑的？到补习班第一天，我第一眼就看到他，我知道他是我要的。
把门关起来。苏美丽，你吧，将那门吼关起来，这话不能可以给别人听到。有啥咪啊？美国人上月球我都没有吓到，你姐说的那些话啊，我差规身躯干了。可是我觉得姐这样很好哎，要什么想清楚就去拿。卷起袖。